这晚干嘛去了？玩呗，还能干什么？玩？啊，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还有心思玩？爹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步军统领衙门把你的军火扣了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行了，别演了。我跟您说，爹，这事真的不能怪我。哲玉查军火就是想打压一下咱们正白旗，我这次也算是给您这个正白旗旗主挡了一灾。你要是不倒腾那些西洋火器，能给他们这个查你的机会吗？我这不是都解决了吗？您放心，沏个茶就知道自己喝，我的呢？这个大红袍，茶性温热，火大易伤肝，所以就没给您倒。您要喝，我就给您倒。火大也是让你给气的。告诉你那些小家伙，最近少惹事，别给我找麻烦。我们能惹什么事儿啊，爹？你是不是又去见舒二太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。现在跟舒二太沾边的人都非常危险，宫内派大内侍卫守护在听雨轩外，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去啊？爹，您不提我还给忘了。神机营有一件特别特别要紧的公务等着我去办，我得先去了。什么事儿？放心吧，不沾边。站住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你是来跟我示威的是吗？杨雨初啊，杨雨初，你说你捣鼓我那批军火干什么？瑞珍转了头就还给我了，你折腾来折腾去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用吗？要不是我，你会白白送给瑞珍马克沁机枪和右岸发子弹？能让你这么憋气，看来我真是没白忙活一场。你说吧，你来干什么？真想听。看看是什么话。好话。好话行，说吧。那你坐好了，咱们好好谈谈。要求还挺多。行了吧？如今时局不稳，京城里的麻烦事儿已经够多了。这种时候，你弄一批军火入京，就不怕引火烧身吗？谁引的火？啊，谁引的？你告诉我，要不是你，谁会来查我？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崇黎明，你别在我面前装傻。如今京城上上下下都在议论帝后之争，大臣们更是谨言慎行。而这个时候，你以神机营副都统的身份忽然弄一批军火入京，你这是做给谁看？你够狠，这盆子扣得真大。没有人想要扣你盆子。你的父亲沈修如今是太后身边的大红人，而你最好的朋友神机营前任都统舒尔泰，却是明面上最支持皇上出来主政的人。如果真的到了要抉择的时候，你要站哪边？那倒也不是。不过呢？不过什么？这问题是你要问，还是哲玉要问？要是我问呢？舒尔泰大哥支持皇上，那是为了王朝的未来。我当然跟他的立场一样。那要是我舅舅哲玉问呢？我对太后的忠心天地可见，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。
崇黎明，你到底有没有句真话？有啊。说。你今天真漂亮。你滚！我怎么夸的他还生气？ 哇，这可真带劲啊！哎哎，这我要了啊！你呀，是和这把的强。去你的！是男人用的吗？你是男人吗？我怎么不是啊？对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最近在北洋新军啊，清一色配的全是德国毛瑟，那炮兵还进了克虏伯。切，得了吧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新军的水平差距可大着呢。要我看，也就北洋六镇的最强。 南方的新军，到现在用的都是步枪，还都是汉阳产的，跟咱们这几项东西比，根本没法比。哎，哥，哎，行了，哥，来看看这个，哎，看看这个，喜欢吗？哎，哎，送你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枪整个德国都没几把。 那一般的宝贝我能送你吗？哎，我说哥几个，咱可有日子没玩了。对，玩了吗？玩了吗？你愣着干什么？你赶紧拿牌去你！啊，必须的，不玩，爷好久没耍，耍两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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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两把。 我跟你之间有什么仇吗？哎呀，哥，你跟这种人还废什么话呀？恩将仇报，一枪崩了他得了。我跟你之间到底有什么仇？我和神机营有仇。你跟神机营有仇？你跟神机营有什么仇？不用你管。爷今天心情不好。 这样吧，咱们俩也公平一点。你跟我决斗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放你；但如果你输了，就要告诉我你和神机营有什么血海深仇。当真？哎，哥，贝勒爷，爷什么身手你们不知道吗？退后。
武器吗？对付你也用不着。说吧，为什么非得要杀我？因为你是神机营的副都统。什么？你说清楚点。神机营当年把你怎么了？原来你是个小马贼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搞错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进村的一共有九个人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一样的枪，是吗？那就是你们神机营的标志。没错，那确实是神机营的标志，也的确是神机营的枪弹。神机营有护卫京师的要则，怎么可能会去屠杀你们一个小小的马贼村呢？那你说是怎么回事？十年前远赴西北，上一任藩主就是在那个时候消失的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凶手另有其人。那要按你这么说的话，你说我的仇人是谁？燕世藩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看一场好戏。看什么好戏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那些女人跟孩子呢？乱党家属视为同罪。
是没罪，但是斩草必除根，他必须死。哎，董公公，请您转奏太后，下官已经联系好一位美利坚的医生，他说可以治好皇上的病。 皇上龙体乃国之根本呐，还请董公公转告太后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转告太后。啊，我们在此专候太后懿旨，那就不必了。送二位大人出宫。我是朝廷命官，谁敢碰我，拖出去！公公，尔等囚禁皇上，欲心何在？天理何容？ 阿祖，贝勒爷，贝勒爷，贝勒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的护卫呢？啊，之前的护卫都被遣去了别处，留在这里的都是王府的精英。是我父亲的意思吗？贝勒爷，王爷他这么做就是怕您惹祸上身。我要见我大哥，就是怕您见舒尔泰。所以，你是在拦我吗？我们也是身不由己。 如今之事，你哥我是出不去了。外面的事情，只有靠你一个人想办法了。记住，保住皇上，万事小心。关键是现在谁也接近不了皇上，我怎么能接近皇上？ 说您这人走进来也无声无息的，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电灯泡。有了它，咱们这个祠堂以后就能够长明了。嗯，电灯泡，我还不知电灯泡，你给我下来吧。哟，您还知道电灯泡呢？哎呀，来，亮不亮它？嗯，呵呵。
一年也不见你来一趟，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呀？那不是为了您来这儿打扫方便吗？哎，老头，又没大没小的，您过来过来，我问您个正经事儿，这个宫廷救火队什么情况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参与进来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就不要问。话是这么说，你看啊，爹，您负责组建的宫廷救火队就看守在瀛台长桥上，离皇上最近，他们是往左走往右走都直接关系到皇上的安危。舒尔泰跟你说什么了吧？他让我给您带句话，事已至此，无论如何都要以保护皇上为重。爹，难道您……我是怎么祝福你的，你又是怎么答应我的，都忘了？你把自己的话当着放屁吗？那我是验尸番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袖手旁观？跪下！佟黎明，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跪下！爹，皇宫里的天都要变了，您一个人扛不住，我知道事关重大，不容有失，但您连您自己的儿子都信不过吗？老太后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眼看是挨不过这个冬天了，在她老人家病天之前，有些事她不放心，所以有些人必须先死。儿啊，我可不希望先死的人当中有你啊，你懂不懂啊？起来吧，儿子。您说的话我都懂，爹。验尸番今日据此，乃因密令天降。好久没有接到密令了，也不知道今天让咱们干什么。干什么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康熙字典。子，上，十七，二十五。中十二，三十二。丑，下，十五，三十二。太。
王爷。连本王你也敢拦？奴才不敢。你是什么人呢？回王爷，奴才是正白旗的阿佐。你们在外面候着。是是。王爷请。燕世蕃这些人呢，也就崇立明，还算对你有忠心可言呢。也不怪他们，当初是您让我直接接替了阳明藩主的职务，瑞珍他们早就心怀不满。我是皇家的人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王朝。舒尔泰，这段日子让你受委屈了，再忍几日啊，等到时候你呀继续做你的藩主，官职我也会尽快帮你恢复的，你我一同辅佐皇上。舒尔泰是皇上身边最忠心的护卫，这些年一直以燕师藩藩主的名义公开保护皇上，如今这道密令的出现，就代表帝后之争已然有了结果，我们若是拒绝执行，就会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。燕世蕃向来都是按密令行事，我们没有选择，只有执行。你跟舒尔泰走得最近，他对你的戒心最小。你什么意思？由你动手最容易成功。谁都知道我崇礼明能有今天，全部都是舒尔泰大哥一手提拔上来的，让我去杀了他，我岂不是要背上恩将仇报的骂名？如今是做生死抉择的关头，骂名算什么？那你怎么不去？你推三阻四的，是想违抗密令？少拿密令压我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舒尔泰的身手如何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就算咱们一起动手，也难保不会有所损失。你是怕明着去杀他，他起了逃逸之心？我是怕折了大家的脸面。舒尔泰毕竟是咱们的藩主，咱们能做的就是让他最后走得体面，只有你才能让这事办得体面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犯了什么事，被神经关在这里？一言难尽。那你想不想出去？当然想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那批军火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崇立明要那批军火做什么？打算卖给谁？先放我出去。把门打开。这恐怕不合规矩吧。步军统领衙门要审这个犯人，开门。步军统领衙门怎么能提审我们神机营的犯人呢？哎，你想阻拦我？这是神机营的牢房，没有都统大人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人。崇立明呢？我哪知道啊。再说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事儿可大了，就算你们瑞珍亲自过来，也带不走他。是吗？啊。好啊，咱们走着瞧。你小子。
阿姨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你们找谁啊？阿姨，这小王八蛋是不是住这儿啊？阿姨不在。嗯，看来是找对地方了。把人给我找出来！哎，不是，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要干嘛呀？给我干！哎，你们要干嘛呀？我进来！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干他！好吃，好吃。还有吗？没了，买了点，不都给你了吗？哎，阿姨，大傻，给你一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阿姨，你自己吃啊。大傻不饿，你看挖了这么多野菜，还要吃苞米呢，回去可以给你做汤吃。又没有肉吗？肉，我想吃肉了。行，阿姨，下次大傻一定给你找肉吃啊。咱们先回家。也不知道哥突然让咱们弄个尸体干什么。也许这是验尸番的秘密任务吧。他自有想法，你们少问。不是，可这尸体去哪儿弄去啊？秘密进行，你去衙门弄个死囚来，你觉得这能是秘密吗？那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总不能去刨坟掘墓去吧？我说你还能再缺德一点吗？我们还是去找贝勒爷吧。这是什么膏药？这个是天河骨通贴，药局师傅说这东西是专门驱风散寒、活血通络的新药，哦，还不容易过敏。啊，觉得还可以吗？嗯，热乎乎的。要是觉得还不错，明天我再去给您拿几副。哎，您这身子骨，以后就少干点活。这养儿馆以后的活啊，都我来干。您这身子骨得多当心，不要太操劳了。晴儿。你才多大呀，怎么跟当年你奶奶似的唠唠叨叨的呀？这还不是为了爷爷您好吗？行了，嗯，我孙女孝顺，天不早了，睡吧。嗯，好。这么晚了，谁呀？我去看看。爷爷，我去。啊。干什么？你关起来那小子，
把他交给我。凭什么？你是不是因为他告密军火的事儿就公报私仇抓他？哦，是他告诉你的，军火藏在杨府。你不知道？你要他干什么？你关他又是为什么？我现在有事儿，以后再说。不说清楚，别想走。你这个女人真的特别烦人，让开。杨一初，咱们俩虽然算不上青梅竹马，但至少也是从小就认识，你至于这么针对我吗？我在跟你谈公事，别跟我扯没用。谈公事？啊！你一个步军统领衙门护军参令，竟然敢拦我神机营副都统的车，你活腻了吧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关他，你是不是就不纠缠我？你说。因为他要刺杀我。刺杀你？所以我才关了他。那你受伤了吗？你可能忘了我是谁。我可是崇立明，我怎么可能受伤呢？我现在说完可以走了吧？哎，我问你，他为什么要刺杀你？他跟你有仇吗？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烦？我下次再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下次再这么使劲摔我的门，我就……乞丐，你。叶翔，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？崇立明，我会放了你的！崇立明，崇立明，我看在崇立明的面子，问我怎么样？啊，来呀！大成，放开！这就是你们出的主意。燕敖调的药能导致心脏骤停，发作快，几乎没有痛苦。下毒是懦夫的伎俩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他戎马一生，理应死于刀枪之下，这样才能为他留住最后的尊严。崇立明，之前你也说过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反而会激起他的逃逸之心。以舒尔泰的身手，一心想逃逸的话，恐怕这件事情就麻烦了。哼，人死万事空，还谈什么尊严？记住，三日之内必须动手。青春与腐蚀中开着绯红的颜色，时间不曾对谁擦印，也只能经过背对命运面对我，我懂你身不由己，拥抱停格在转瞬间，总有新的路要赶，静止在唇齿间，把故事说完，背对世界，面对你，你懂我的言不由衷。如梦浮生，叹是非。曾疯过，我愿意陪你不放烛火。
脱，被现实撕裂又缝合。我拱手，余生的云脚风，换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，有人陪伴着，临行前只剩。